像是因为那个西安，西安哦，这差不多两三套，两三套的，两三套的一起下就是看那么几个车子了。啊，你别再讲我们讲哦，你这个听不下来，这个就哦，你这个见小心心情，好，像那样这种文章，我一天一天闭嘴一天。其实也要闭嘴一点啊，好，警察。这么久啊，这个哎，咱们想法不一样。哎，来，咱们哎，我，其实咱们听讲哦，他就是外管，外管的多。哎，外管现状，现在外管干啥的？内管是没机会啊，外管是自己去修理那个呀。反正哈，哎。是的一样啊，深水马达如果坏掉了，那就不要掉开，所以外管啊通常不动它，内管不可以去修理，所以会会掉出来啊。你要是有那个坑哦，坑，你讲对了，去小孩子讲啊，这是农田的土地，这是几亩地？农田的我也不太懂啊。农田有时候人家那打牛吗？打牛吗？哦。农用水了哈。我也是可以。好。咱把那外管取出来，可以了，外管哈，外管，先去外管。现在是一种植物来外管。哦，这是植物来外管。跟一般农田都用植物来外管。对，植物来外管，那可能是给这些外管不就行？这是植物来外管。以前那种，不好来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是这样子。对的。啊，然后抽水机放在里面。